我知道很多熊都觊觎我的美色，毕竟我也算是熊界标准的高富帅，还有我那带泳池的大别野，800平米的大花园，很难不让熊羡慕。没办法，家里就这个条件，想低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他同时看见了太爷爷和太奶奶，由于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心里害怕极了的陶陶选择捂住自己的双眼，心想只要自己看不见，这个世界就没有鬼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什么玩意儿？从上面掉下来的，是送我的新玩具吗？给你们表演一个熊猫打雨伞，怎么样？打开了吧。哎呀呀，奶爸又来捣乱了，非要抢我的雨伞。这是从哪个钓鱼佬那里借的大潮网？还往我这里丢果果，几个果果就想换我的雨伞。你们觉得我是这样的熊吗？告诉你们，不好使哈，怎么的也得多来点。没看见后面还有好几个兄弟要打发呢。这个是苹果吗？怎么不甜呢？我说天天都这么多人来看本熊，一个个的也不上班，你们家里都有矿吗？哎，吃完了还有吗？让我再找找。谁看见了吗？我的苹果去哪了？辣味竹筒饭，哎呦不错哦。潜水艇、直升飞机、手榴弹地雷套餐、荷包蛋、麻将、千层糕、白切鸡、蛋挞、人字拖、肠粉、摄像机、专供特饮和烤串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寿司，把篮子一块吃掉。整个的鸡蛋，切开的鸡蛋，千层三明治，酸味雪糕，蛋糕，一篮子的蛋糕。我想吃这个。广式月饼，可乐巨无霸套餐，四喜丸子。最后再来个豆腐花，豆腐花，豆腐花，啊，豆腐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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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甜的还是咸的？有没有加糖啊？啊！